到到嚟緊嘅，無論係六月或者八月，多謝嗰份提提啊，多謝。係點樣？我哋見到一國兩制嗰陣治港、高度自治咧，係被破壞。係你好。要發聲的市民，或者是要走出來為一些惡法強權要發聲的市民呢，深陷牢獄。所以我們香港人今次呢是不能夠呢是跪低，也都請各位拿份我們最新的單張反對這個國安法。還有我們接下來6月4號夜晚呢，大家都知道會有遍地開花的，有遍地開花。所以我都呼籲呢，大家如果問近葵芳的人，在我們的葵芳辦事處，提你好，我們都有一個遍地開花的活動。或者每一條村呢，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呢，在你樓下總有一個地方呢，是會跟大家一起悼念六四的屠城人，提你好。希望各位呢都不要忘記來參與個六四當日的六四集會，也都更加重要呢，記住遍地開花去不到維園不緊要，在我們的屋企，我們在我們的附近，跟我們的親戚朋友都可以呢來紀念六四。是你好，是你好，你好。還有最重要的，我們看到這個港版的國安法呢，是怎樣是毀滅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請各位拿份我們最新的單張看看，也都請大家呢接下來6月4日夜晚，如果有時間的都跟我們一起在你的居所附近呢，是大家記住撐這個悼念六四的晚會。各位廚房的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是立法會議員郭家權。我們預備給各位的是一個最新的單張，來反對這個國安惡法。今次國安法的打擊呢，對於全香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呢是可以幸免。是你好，請各位呢跟我們一起都能夠呢是反對這個國安惡法，也都請大家不要呢放棄，我們絕對不能夠呢是做奴隸，也都不能夠呢是跪低給這個國安惡法呢是毀滅了香港我們僅有的自由，無論是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這一些的呢都會隨時是消失的。你好，只要國安惡法呢一斬落嚟，我哋亦都會見到好多人呢係會係咁樣係被滅聲。我哋見到香港而家嘅情況呢係令我哋擔心嘅，無論係講緊係多謝你，多謝多謝。喺我哋連一個學生嘅考試都要就政治嘅審查，我哋每一個喺香港嚇要生活，如果我哋係要有一個清晰一個表達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我們是絕對不能夠容許這個國安法呢是毀滅在香港僅有的言論自由。國家安全分分鐘只是一個打壓的藉口，是不能夠呢令到我們呢放心的。所以我們很希望各位拿份我們最新的單張，跟我們一起認識和反對多些多啲嘅資料，知道國安法呢個港版國安法係點樣係毀滅喺香港得來不易嘅一國兩制嗰陣治港高度自治。各位住翻嘅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權。我哋預備俾各位嘅係一個最新
有關於係反對國安法嘅資料單張，亦都喺呢度咧係提一提大家咧，嚟緊禮拜四6月4日夜晚咧，將會有遍地開花嘅。咁啊，各位嘅市民咧，各位嘅街坊咧，總可以喺你哋屋企附近咧揾到一個點咧，係能夠攞到啲白蠟燭，為一齊悼念六四。咁我哋嘅寫字樓咧喺葵芳。葵芳村，咁我哋都係，如果有大家係喺葵芳嘅，係可以出席到嘅，我哋絕對係歡迎。但係可能喺大家屋企附近都總揾到一個地方咧，係可以咧係悼念呢個六四嘅。請大家不唔好放棄，唔好俾中共咧係可以毀滅一代人嘅記憶同埋歷史。各位荃灣嘅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備俾各位嘅係一個最新呢個國安法嘅資料單張，係反對呢一個係令到我哋一國兩制嗰陣時講高度自治被摧毀嘅國安法。亦都請大家咧可以喺嚟緊6月4日夜晚，係六四夜晚咧，大家都可以咧係參與悼念六四嘅晚會。維園去唔到啦，但係唔緊要，喺全香港。可能每一個角落咧，都會揾到一個地方咧，係大家可以悼念六四嘅。唔好喺呢一個最關鍵嘅時候，我哋被消失咗我哋嘅記憶，同埋我哋喺全部香港人都記得嘅六四。我想多謝各位街坊、各位荃灣朋友，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備俾各位嘅係最新一個咧，係反對呢一個國安國法嘅單張。請各位隨便攞張，亦都請各位咧都可以提一提大家6月4日晚嘅幾好，係多謝啦。希望各位都能夠咧係記得喺六四，如果大家嚟記得嘅，可以喺屋企附近係多謝悼念六四。各位荃灣嘅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各位荃灣嘅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要俾各位睇一個最新，係同大家介紹係反對國安法嘅資料單張。喺六四當晚咧，喺全港都有遍地開花。總揾到個地方咧，各位係可以係同我哋一齊係悼念六四嘅。我哋喺葵芳村嘅辦事處，亦都會喺當晚咧，係接近8点嘅時候，大家好近嘅啫。喺葵芳村嘅葵智樓地下6号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咧係悼念六四嘅。請各位記緊反對呢一個摧毀香港嘅國安法，亦都同大家一齊。如果記得嘅6月4日夜晚咧，都可以係喺全港。遍地開花，悼念六四嘅各位荃灣朋友、各位街坊，你好，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預備俾各位嘅係最新一個咧，係反對國安惡法嘅一個單張，歡迎各位隨便攞張。亦都提一提大家咧，6月4日晚、六四夜晚咧，喺全香港所有嘅地方嚟，多謝。我哋都希望各位咧係記緊，係同所有香港人一齊咧。我哋有機會喺香港，難得喺中國，其實冇乜地方咧係可以悼念到六四嘅。可能六四嘅真相咧係永遠都唔會咧係大白，但係作為香港人，我哋見證咗1989六四嘅屠城呢一個慘痛嘅事實，我哋絕對不能咧係忘懷嘅。請各位都同我哋一齊。反對呢一個港版嘅國安法，亦都更加重要。我哋一齊喺6月4日晚咧，一齊悼念六四31周年。各位荃灣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預備俾各位嘅係一個最新嘅資料單張，係反對呢個國安條例港版嘅國安法。今次嘅港版國安法咧，其實係令到香港係面對消失咗。多謝你。這個被消失了的那個治港高度自治，我們僅有的自由呢
世都會被消失。咁我哋請各位咧，同我哋一齊反對呢個國安法，多謝你。亦都請大家係同我哋一齊咧，如果有機會，大家係得閒嘅，係一齊悼念呢一個六四晚會。啊，咁維園去唔到唔緊要，我哋遍地開花，全香港有好多地方，總可以揾到一個地方咧，大家係可以一齊咧，係悼念六四嘅。各位荃灣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預備俾各位嘅一個最新有關於國安法嘅一個單張，係反對呢個國安惡法。今次咧表面上用呢個國家安全做一個理由，但係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喺中國大陸，如果講一句説話，那個政權唔高興嘅，你就會犯咗少嘅就係尋釁滋事。多嘅咧就係顛覆國家政權罪，其實個罪名都一樣嘅啫。誒，多謝你，多謝，都係顛覆國家政權。點解喺中國大陸講一句良心嘅説話，講句真話，就俾隨便可以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咧？呢一種嘅執法，呢一種嘅所謂國家安全，如果將來喺香港用嘅，即係話所有香港人，只要你講一句説話。你鬧呢個特區政府，又或者鬧北京政府咧，佢唔啱聽嘅，佢就話你煽動叛亂，或者甚至咧係可以用一啲莫須有嘅罪名咧，係將香港好多嘅普通市民咧，係用最重嘅刑罰咧係去處罰香港人。如果唔甘心係做奴隸嘅，都請大家係同我哋一齊咧，係攞份單張反對呢一個港版嘅國安法。亦都呼籲大家，六四雖然去唔到維園今年，但都請大家可以喺自己屋企嘅角落，多謝你，多謝，喺自己嘅屋企附近咧，係同所有嘅親戚朋友嘅你好，係悼念六四，遍地開花，多謝你。荃灣嘅朋友，各位街坊，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預備俾各位嘅係一個最新有關於反對國安惡法嘅一個單張。今次國安法咧，係將香港我哋僅餘嘅丁點嘅自由，我哋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多謝。我都問啦，一人一百蚊。請大家都記緊。我哋絕對作為香港人不能夠放棄嘅，多謝。如果得嘅，記緊六四喺你哋每一個街坊屋企咧，都可以悼念六四，同埋我哋一齊咧係反對呢一個國安惡法，係點樣令到每一個香港人咧係面對白色恐怖，面對不可預計嘅將來。多謝你，各位街坊，各位。各位朋友，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嚟俾各位嘅係最新有關於國安惡法嘅單張。我哋反對呢個國安惡法好簡單，因為呢條法律係最擔心係多謝你認為的你係用愛嚟打壓每一個香港人嘅一個藉口。所以請各位咧，都同我哋一齊係反對呢個國安惡法，亦都請大家咧。係同所有香港人一齊咧，唔單止係要反對國安惡法，亦都要話俾全世界聽，我哋都仍然會悼念六四，係悼念當時喺八九年嘅，多謝你喺北京，多謝被屠殺嘅數以千計嘅中國人，我哋係感同身受，亦都希望大家咧係多謝你，係同我哋一齊記得。係悼念呢一個六四，雖然政府有好多嘅打壓，但係香港人絕對不能夠放棄。多謝你，各位街坊、各位荃灣嘅朋友，你好，我係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我哋預備俾各位嘅係一個最新嘅單張，係介紹有關於反對國安惡法。多謝，亦都同大家咧介紹一下喺今年嘅六四係咪好多啊？31周年咧，雖然我哋冇法子係喺維園咧係有悼念六四嘅活動。但係我哋絕對唔會放棄，我哋呼籲香港人係遍地開花，喺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地方
你屋企同朋友都可以一起悼念六四。在我們的辦事處也都預備了，在六四夜晚也都預備了一些白蠟燭，最近的在葵芳的葵芳村葵智樓地下六號鋪，我們也都是有個地點是可以提供大家，可能呢有問題，我們是多謝提供大家一起是可以悼念六四的。各位街坊，各位住灣的朋友，你好，我是區議員郭家傑，我們的同事在這裡是傳遍了一個反對國安惡法的擔章，請各位隨便拿過，也都請大家呢，如果是六四幾日之後的有時間的，都可以在自己用的，多謝你，多謝我們拿這個，是悼念這個六四。今次的六四晚會不可以在維園，但是我們希望各位都是可以在自己家附近，多謝你遍地開花紀念六四。如果大家方便，可以在我們的葵芳村辦事處都可以一起遍地開花，多謝你。